主料：山楂300克，橘子150克，冰糖300克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食材：山楂洗干净放适量的盐，用凉水泡30分钟，橘子去皮。锅放适量的水，将山楂放入，准备冰糖，将冰糖放入，煮上15分钟，将橘子放入，煮好了。烹饪技巧：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